团主唱阿依晨台上大唱帮韩国瑜量身定做的竞选歌曲。爱晨炒热现场气氛，台下听众也超嗨，跟着一起摇旗。资深女歌手陈英杰也来到现场，唱出浓浓的人情味。选晚会宛如一场小型演唱会。10月4号，当时拍韩总的时候，还不是很有名，访问路人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。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韩总的威力如核弹爆发。郭哥跟我的烦恼一样，很多人都说啊，来这里怕不怕被贴标签？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各位。11月24以后，我们的标签是什么？幸福。快乐！歌手朱丽静甜美嗓音唱出希望的味道。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，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。不仅歌手台上唱，现场12万人在台下也跟着唱，能把造势晚会弄得像小型演唱会，只能说韩国瑜真的不一样。记者杨芷玉综合报道。